拢看呢，大家人拢扫过来，还当初一家所有的卸妆部的那个杂货啊，三条高人多，高条三人多啊，可以，你遐爱应付个丢的取消。那时间是启动不啊？他就是，因为他这个是这样，一个杆子这样大，用看上去的，对，对，那他就是可能是把它撑起来，等它撑起来，它还是但这个弹簧它是往下，没有，它是把整个这个玻璃把它，它是把它撑起来这样子，所以它可能就是你这个的状态，你可能那时候先。其实这时候是卡住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它是把它撑起来之后，它还有一些摩擦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它下面这个还是有接触地面。对。它是拿什么？它应该是用扳手吧，把这扳开，把这那个弄开，所以它这边都有那个。